七爷，大林子，七爷，大林子，就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弟弟，异父异母的亲弟弟啊！哇，好厉害！好，嗯，怎么？你也不去？你看，跟妈妈好，都是自己做的，都是他给你做的。对啊，而且他在外边什么捡到一个什么小玻璃珠子，就塑料的那种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我给你买的黄宝石。”多贴心啊！你脖子也有小公主，爸爸是王子。我是小王子，妈妈也是小公主。哇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王国里是吗？这个就是王国呀。嗯。你们在偷看过什么呀？嗯哼。嗯哼。你觉得你们俩像吗？不像。一模一样。真的不像。外婆不在家啦，我可以干什么啦？出去吃饭，吃八锅，吃大货。妈，没有叫吃大货，叫大吃货。妈妈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辣果果。妈妈最爱吃什么呀？辣锅。不是，我是说的饭。嗯，辣椒。还有呢？嗯，辣椒。嗯，不知道。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呀？火锅。火锅。火锅。是不是吃火锅的人都长得美啊？嗯嗯嗯。你想得美呀！你想得美呀！那你说的那些四川人，四川重庆那边的女孩子，皮肤也好，长得也好看，不都吃火锅吃了吗？那四川人也不是总吃火锅，总吃啊，一个礼拜起码得吃个两三次吧。火锅真是好好吃。